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啤啤，今日整拍青瓜油炸鬼，即是将拍青瓜加埋脆卜卜的油炸鬼一起食，这个组合真是有惊喜。我们现在即刻开始啦。材料有油炸鬼一条、青瓜一条、芫茜、葱各一棵、蒜头三瓣。先将芫茜、葱洗净，然后切碎。蒜头切碎，调个酱汁，有半茶匙糖，两茶匙生抽，半汤匙鱼露，三至四汤匙清水。拌匀之后，再加入一茶匙麻油，试下个味，啱味就放埋一边先。呢条青瓜长，咁我将佢切开几段，然后放入密实袋，封口，留翻少少位，唔好封晒。用个锤仔或者用面粉棍拍扁揼扁佢，好似咁样。然后拎出嚟切开细件，将头先调好嘅酱汁倒入青瓜度，食得辣嘅就放一至两茶匙嘅辣椒油，捞匀。咁呢个拍青瓜就做好噶啦，说佢最少半个钟，等佢入味，即刻食都可以嘅。食之前用焗炉或者气炸锅整翻热条油炸鬼。而家超市多数都买到啲急冻嘅油炸鬼，一包有三条，气炸整翻热，整翻脆就食得啦，唔使专登出去买新鲜嘅，又唔使自己整，好方便。将油炸鬼剪开细细嚿，放上去拍青瓜嗰度，两样一齐食，各有各食，都好好味。未试过嘅都试下啦。如果试过中意嘅，记得翻嚟俾个 like 话我哋知。我哋每个星期都会出一啲简单嘅食谱，未谂到要煮咩好，食咩好，可以随时上嚟睇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帮忙分享我们的频道出去。多谢你们的支持和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